你在出破我们的底线，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挽救的地步。为了防止你继续走错路，我决定送你出国。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？就凭我们之间的赌约，在赌约期间内，你所有的行动都接受我的金矿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从现在起，我们的赌约就正式失效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。 不灵，你这样太残忍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那麻烦靠边停车，我要下车。 你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你没有资格命令我。武林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结婚吧。从18岁你离开的那天起。 我就一直想着你，我之所以今夜恨上你，就是为了把它变得更好，更加完整的还给你。这样我才有资格对你把我自己的爱说出口。我之所以不要你留下来，是因为我不愿意你牵扯到上一代的恩怨，你可以去美国过着平凡幸福的生活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。 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我不相信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不相信。武林，你听我说。你别说了，我不相信。我发誓，我的每一次每一句都是真的，否则你永远都不要理我，让我再也没有办法接近你。武林，放下你心中的仇恨吧，我甘愿放弃我的所有。 只要你能脱离了痛苦的枷锁，我们两个人去偏僻的地方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们两个人离开这纷纷扰扰，已经过了5年，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在一起？你就留在原地不要动，让我的心离你更近，好不好？ 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愿意跟我一起离开吗？嗯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永远在一起。 人生的道路很长，有很多的好与坏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下去吗？ 我愿意。
手的昨天，原谅。原谅，原谅不是妥协，原谅是为纪念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。我心中的男神是勇于承担一切的胡千羽。我不同意胡杨两家联姻，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妹妹变成商业联姻牺牲品，毁了她一辈子的幸福。你以为胡杨两家商量好，胡千羽就会乖乖就范结婚，可是会关系到一辈子的幸福。看来姚小姐已经有答案了。乔总一定会遵守约定吗？那当然。那我愿意嫁给乔总。早餐给我吃啊，酒店不是不可以做吗？跟酒店说一声就好了，这么简单的早餐。真希望以后每天起来都可以是这个样子。一定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胡太太了。胡太太。
喂，妈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回去找我妈。不过也好，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事情跟她说。你现在去收拾东西，去机场，我们一起离开。嗯，我们一起离开。放心，我不会像五年前一样抛下你一个人。这一次，我们真的会离开，相信我。我相信你。请一对新人相对而立。乔丽先生，您是否愿意以丈夫的名义照顾瑶瑶小姐一生一世？不论贫穷或者富贵，健康或者疾病，都始终如一地爱她，尊重她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瑶瑶小姐，你是否愿意以妻子的名义和乔丽先生共度一生？你是否愿意永远爱他，尊重他，始终如一，不离不弃？你愿意吗？他不愿意。不来好。乔总，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，
你怎么能忘记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？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。各位朋友们，这位女士是王瑶女士，乔总的前妻。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乔总，您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这么重要的家人，怎么可以不出场？乔丽，别来无恙。你来了。当年我们离婚的时候，你说你不会再爱上任何人，也不会再结婚了。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参加不上你的婚礼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，想必这姚小姐的魅力非比寻常啊。胡总，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一位重要的客人啊，请先就座，等仪式结束以后，我亲自过去敬酒。我们继续。我的第二份礼物还没有送，乔总何必如此心急呢？前一段时间，我去了新加坡，谈下了一笔投资，所以我现在正式跟大家宣布，恒盛集团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。我们会继续开发古铜这块地皮，还会在新加坡开发全新的数字公寓项目。乔总，真的非常感谢您雪中送炭，在我们恒盛最难熬的时候帮我们渡过难关。所以我准备了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当作对乔总的回报。这是一张银行的转账记录，之前乔总代我们付给陈氏集团的赔款，我连本带利加20%的利息通通打到这个账户里。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恒盛所付出的所有心血，我在这里深表感谢。胡总，你这份贺礼可太贵重了，在当时我出手相救的时候，可没有想到要回报。乔总可能不需要回报，但是我可要跟你换取一样东西。这位美丽的新娘可能就跟你无缘了。这两天太累了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姚小姐，杨总，快走！姑娘，哎，您是我们的采访吧？杨小姐，杨小姐，瑶瑶，撑着点。乔总，刚刚发生的事情很出乎意料吧，不过没关系，仪式都还没有进行，你有充分的时间好好的想一想怎样面对后面的事情。哦，看那些激动的媒体朋友们，他们都把乔总您的婚礼当成了此地一件盛事来看。
肯定是要大做文章了，真是可惜。原本是一段佳话，可惜现在变成了一个笑话。都是慢点。早就警告过你，现在自己亲眼看见了吧？知道瑶瑶在千羽心中的位置了吧？不要再对恒生打什么坏主意了。首先，你得好好的处理一下你老板的事情，处理的不好，说不定连你在环球的立足之地都保不住了。知道吗？今天突然来到了现场，并且带走了您的新娘，这不是摆明了和您有过节吗？乔总，外界传闻瑶瑶小姐和您的婚事牵扯商业利益，吴总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否可以证实这件事呢？恒盛和环球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呢？诸位啊，诸位，今天的确是事发突然，可能是我想得有点不周到，缺乏跟姚小姐的充分沟通，也让胡总产生了误会。总之，错都在我身上，一切责任我来负，所以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失陪了。乔总，哎，乔丽，也不要太难过了，以后有时间也可以约我出来吃吃饭，我们也好叙叙旧情啊。王蓉女士，您对今天的事情怎么看呢？您为什么会来到现场呢？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好了，别难过了，威灵。我相信千羽这么做，一定有他自己的考虑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瑶瑶不需要嫁给乔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千羽找回来，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的。林小姐，乔总在那边等您，请您过去一趟，请。哼，胡鑫和胡千羽欺人太甚，竟然在我的婚礼现场把新娘子给抢走了，让我沦为所有人的笑柄。我得让他们知道，我乔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威灵啊，是时候该你表示对环球的忠心了。明天，你就代表我去恒盛。乔总，我去恒盛干嘛？哼，他们不是拿到资金要启动新的项目了吗？你去恒盛做我的股权代理人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这个新项目怎么开展。乔总，我刚从恒盛离职，而且因为数字公益计划，恒盛的那些股权人都对我有意见，我现在回去该怎么面对他们？这次我们联合陈氏打压恒盛失败，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机会，否则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。而你是对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。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，他们恨不得对你要赶尽杀绝，但同时你也是他们的软肋。一个人只要有弱点就不难打倒他，只要你出现就是他们的危机，而恒盛的危机就是我环球的生机。威灵，你要记住，于公，你是环球的人；于私，这对母子是你的仇人，不是吗？
了，乔总，我尊重你的安排。医生，请问怎么样？不要紧吧？姚小姐，你有哮喘病史吗？最近，瑶瑶，没事吧？千羽，你能帮我倒杯水吗？好的。医生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问？姚小姐，你的哮喘和别人的不同，你是心源性的哮喘。这种哮喘病人呢，一般都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这点你应该知道吧？嗯。我刚刚呢，给你做了个初步的检查，情况很不乐观。你最近有发病吗？我建议你立刻再进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。医生，我会听你的意见去医院做检查的，但是可不可以麻烦你一件事？你说。胡先生对我的病情并不是很了解，可不可以拜托您不要透露给他？这算是我的隐私，拜托你了。好吧，姚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呢会在这家医院坐诊，希望你能过来找我啊。不论怎样，姚小姐，性命攸关，不能轻视啊。我明白，谢谢医生。嗯，好，那先这样啊。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千羽，打扰你了，还搅到你家里来。瑶瑶，你这样说我真的很愧疚。你委屈自己嫁给乔丽，你为我所做的事情，我都会放在心里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在你心里也有一定的位置，是吗？手机响了。喂，哥。瑶瑶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千羽的公寓里，我很好，有他照顾我。我去接你。不用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不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哥，我过两天会去找你的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先休息了。瑶瑶，瑶瑶，君莫一定很担心吧？可是我现在不想见任何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的事情理解。没事，你就放心的住我家吧，一切都有我照应。早点休息吧。我有点害怕，可不可以陪陪我？等我睡着了再休息啊。好的。
归。武林，武林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过去找你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有什么话你现在就说吧。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？因为我那天没有去机场。其实那天我会爽约，是因为我要去处理恒盛的危机，我要去新加坡。千羽，开门！你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吴千羽，我待会再打。开门！吴千羽。瑶瑶呢？君莫。瑶瑶。君莫，你冷静一点。瑶瑶在休息，放手！我今天必须带她走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要出差，跟我走。我不要回去。君莫，瑶瑶今天不舒服，有什么事明天说吧。你少假惺惺了。是谁当初把瑶瑶丢下的？瑶瑶为了你，甘愿嫁给乔丽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今天婚礼现场，你把她带走。瑶家千金在婚礼现场逃婚，传出去，我们瑶家颜面何存？你想过吗？我知道瑶瑶一直对我很好，我也知道我该负起责任。我把她带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切。解决这一切，你要怎么解决？瑶瑶订婚两次，两次反悔，你让她以后怎么做人？难道你会娶她吗？既然你给不了这个承诺，就不要在这里假情假意的说自己负责任。瑶瑶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君莫，你冷静一点吧。哥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自愿？你的自愿怎么这么廉价？你有没有想过呀？他到底爱不爱你？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自愿？我不在乎，我爱他。你不要管我，瑶瑶。君莫，对不起。你最好不要辜负瑶瑶。如果你做了什么亏欠她的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在听吗？关于刚才的话，你听不解释。伟林，伟林，威灵，牧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白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很担心你，给你打电话你又没接，后来又关机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你。你去找千羽了？我们能不谈这件事吗？我已经听说了，乔总让你去恒盛上班，怎么样？还应付得过来吗？没关系，
虽然我还没想到怎么面对，但是总有解决的办法吧。不能拒绝吗？我是环球的员工，我能拒绝吗？嗯，好吧。总之，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身体不舒服吗？估计是最近太累了，没有时间休息。哎，我看你脸色好差，时间还早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不用了。哎，走吧，来。谢谢。威凌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我们开点药就好了，不用做什么检查。啊，没事，别担心了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会儿，我先去交费。情况跟我预料的一样啊，很不乐观。你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左心室的负荷呢本来已经过大，再加上这几周呢你情绪波动的十分频繁，心脏呢难以正常供血，心律失常，所以才引起了哮喘的频频发作。医生，你说的这些情况之前的医生也说过，只是我当时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。哮喘呢，它只是个表象。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尽快的为你的心脏采取一个治疗的措施，啊，避免哮喘现象进一步恶化。看来啊，只有手术才是现在最有效的治疗措施。如果手术成功的话，你就可以痊愈。当然了，这个手术也存在一定的风险，我希望你啊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这个风险的概率有多大？现在的医学已经非常的先进了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手术失败的可能只有5%。但是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，你还是认真的考虑考虑啊。医生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5%的概率一旦发生，我会死吗？这个概率很小了，你不用特别担心的。那我要是不做这个手术呢？不做手术？你要不做这个手术的话，这个情况就变得很复杂了。随着你心脏的负荷越来越重，很有可能，怎么说呢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我还是建议你接受手术治疗为好。陈医生，什么事儿？刚刚离开的那个病人瑶瑶叫我代为转告一下，说她暂时不想做那个心脏手术了。啊，她有说原因吗？没有啊，他不知道这个病拖下去会有生命危险，
他只是再三叫我感谢医生你对他的关怀和照顾。现在的年轻人呐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是自己的生命太不珍惜了。他怎么能有病不治呢？你说？去了，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你？肚子不舒服，去了一下洗手间。怎么了？总感觉你有心事的样子。刚才排队给你排了好久，怎么突然又不去检查了？没什么，现在好多了。不早了。送回去吧。好。以上就是公司在新加坡新项目的实施方案，大家有什么意见吗？董事长，胡总，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好，我个人全力支持。对，确实是个好项目，这是提升公司在业内影响力的一个好机会。没错，是啊，有道理。邱总，您认为呢？啊，既然大家都感觉不错，那我也没什么意见。只是董事长，今天这个乔总怎么没有来参加这次会议啊？是啊，乔总，这乔总怎么没有来啊？董事长，各位股东们，大家好。很抱歉来晚了。受乔总的委托，我将担任他的股权代理人，参与恒盛的董事会。乔丽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林威林刚从恒盛辞职，怎么又给他派回来了？这不是向我们大家伙示威吗？哎，林董，不要这么说话。你说大家都是为了工作，你可不能带私人感情啊。就是，很好，林小姐，非常欢迎你加入恒盛董事会。身为股东的代理人，首先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以后多为恒盛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谢谢董事长的指导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争取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。我有话要跟你说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胡总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请你别跟着我。你到底要干嘛？威林，
你误会我了，我当天没有办法去机场，是因为我要去新加坡筹钱，碰到很多的困难。够了，那是你的私事，没必要跟我解释。还有你不要忘了，现在的我是环球的代理人，如果不是公事的话，麻烦让我离开。你在干嘛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啊？你说呢？你是我什么人？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你还记得我们已经结婚了？那你告诉我机场那天你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？所以你要给我机会解释。喂，妈，武林，武林。我马上过来。老板，这次不是我要说你，在婚礼上把别的女人拉走，换做我也接受不了。瑶瑶原本是与我订婚的，但是为了我而舍弃婚约，要嫁给乔丽。我知道她是违背她原本的心意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两次悔婚会对名誉造成多大的伤害？所以我只能当众在乔丽的婚礼上把她给带走，让大家都知道她的逃婚是我胡千羽造成的，也希望能降低对她的伤害，也是我对她的一点点补偿吧。老板，维林那边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他应该还在气头上，等过几天再跟他说吧。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，支持我。也只能这样了。老板，你真是一个绝世好男。如果我是女人，我绝对会爱上你。老马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爱上你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千羽，这次新加坡融资的事情你做得真不错。妈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慢点，一方面你要顶着董事会的压力，一方面要操心瑶瑶，而且您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就要回到恒盛帮我打开局面，我却一个人到新加坡，没办法帮你分担那么多事，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。傻孩子，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天塌下来还有妈妈在呢。再说这不都是我们已经计划好的吗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怎么能够让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我身上，给你在新加坡有充裕的时间办这个事情呢？那边怎么样？出车祸的事情消息传过去了吗？妈，你才刚刚开完刀，不要操心公司的事了。千羽，赶紧的去一趟新加坡找吉安集团，他们对我们数字家居市场的开拓非常有兴趣，他们也想涉足这个市场。平时他们也跟我表达过他们的意向，趁消息还没有走漏出去，你赶紧去跟他们联系，跟
跟他们讨论融资的事情，他们一定会答应的。妈，我不可能这样走了，我走了你怎么办？傻孩子，这个叫做声东击西，出奇制胜，就是要趁他们还没有发现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成功。现在我们出了车祸，你突然失踪，邱志新他们那一帮反对派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，他们肯定会把你消失当成是一次良机，趁此机会找人来代替你，所以趁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出来替你挡一阵，到时候所有的问题矛头都会在我一个人身上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你在新加坡多争取一些时间，不能让乔丽和邱志新他们发现，不然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阻力。妈，这边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来扛，我不同意。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你会担心我，放心，我真的没事的，妈妈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这点事情算不了什么的，赶紧的去收拾收拾，立刻飞新加坡，千万不要让人发现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林威玲。上一次数字公寓计划就是因为他而泄了密，现在他又是环球的人，他本身又恨我，如果说这次的事情泄露出去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我知道你爱他，但是现在事关重大，如果为恒生着想的话，你就千万不可以跟林威玲有任何的联系。如果说这次我们的计划不成功，那么恒生很有可能就会在我们母子手上丢失了。千羽，答应我好吗？瑶瑶现在还在你那儿吗？嗯，千羽啊，瑶瑶真是个好孩子，她为了救你宁愿嫁给乔丽，现在呢你又把她从婚礼的现场给带走了，众目睽睽之下两次悔婚呢，对一个女孩子来讲是多大的打击啊。你日后要怎么安置人家呢？
妈，男人大丈夫，有恩必报。瑶瑶为了我牺牲自己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胡千羽有生之年，必定偿还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不打算跟瑶瑶结婚了？好吧，现在新加坡那边的项目还没有开展，你先去忙那边的事。瑶瑶的事呢，再缓一缓，以后再说吧。小时候，你最爱让我带你来这里。没想到一晃，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就好像昨天一样。我只记得，在这个公园里，第一个欺负我的人就是你。是你带了一群小朋友，很坏的抢走了我妈留给我的唯一玩具。我再给你买个新的，不就是个娃娃吗？再给你买个新的，不要这样。我想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，我想要这个，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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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这个。这个我不要了，把毛绒娃娃卖给我妹妹吧。小时候都是我欺负你，没想到长大之后欺负你的人还是我。我有千千万万个对不起要跟你说。上次在机场，你等了我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出现，那实在是因为情况非常的危急，真是步步紧逼。邱志新他们那帮人也想利用这次机会把我从 CEO 的位置上拉下来。我妈也刚开完刀，让我去新加坡融资。吴林，上次的婚礼的确是很简单，对不起。不管是婚礼、婚纱、戒指还是蛋糕，所有女孩子梦寐以求的，所有她们可以拥有的，我一定都会加倍的补偿你。我再也不会让你再等待，我们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好吗？18岁那年，我被送去美国读书，
你说过会去机场找我。我等到飞机都要起飞，你还是没有出现。一个月前，我们刚刚登记了结婚，你说你会带我走，不会像五年前一样丢下我不管。可是结果呢？每当我下定决心说无论如何都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发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总会出现一些事情让这一切毁掉。难道真的有这么多迫不得已的事吗？对你来说，恒盛集团和你的 CEO 位置比我重要。我也想清楚了，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只是我一时冲动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武林，我再也不会做伤害你的事。武林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这样。你要相信我，武林。武林，武林，武林，武林。武林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武林，你怀孕了，你要当妈妈。武林，你听到了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你干什么？武林，你要干嘛？武力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回家，你放开我。医生说你还很虚弱，还需要调养，不能随便乱跑。我的事和你没有关系，你放开我，让我回家。武力，武力，你放开我，吴倩宇。我送你回去，送你回家，我送你回家。武力，没事了。停车，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你停车。武力，武力，不要这样子。武力，我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让你难以接受，也让我们彼此身心疲惫，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信任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之间的爱都是真的，连上天都为我们作证，赐给我们自己的孩子。武林，我从小就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长大的，我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没有父亲的感觉意味着什么。我经历过这些苦难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也经历这一切。你答应我好吗，武林？不会有人比我更懂失去父亲的痛苦。可是，瑶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如果我就这样跟你在一起，
来说太不公平了。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你让我想一想怎么办吧。我们俩结婚的事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你现在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让我送你回家。事情，到时候我们再聊，好不好？嗯。像从前，未改变。